大家好，欢迎收看趋势指标哈。那今天是一月五号，礼拜二。好，我们看一下台股，今天开高以后，9:45下杀到平板下，然后就缓步做推升，中场涨98点，量是3471亿，好，比昨天多一点点。好，那这个盘当然，我事先声明一下，大概在15000到16000中间，你就要小心。其实我算出来，全部大概在15500左右。好，事先预告给各位。好，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当然有很多投资者会做多，但是在做多的时候，你要小心，你要注意，涨多的股票你不要追。那我问各位，为什么涨多的股票不要追？为什么？现在的做手在15000、14000以上，他不会用大量的资金去买一档股票，去做一档股票。他都是边拉边出，都跑短线的。那只有散户投资朋友，一看到有红包行情啊，好，然后呢就重压，就重压。我讲这样，各位听得懂吗？如果他是一个老手，目前在做股票，他是边拉边出，边做边散，他不会做长的，他只会做短的，因为这个盘什么时候要崩不知道。但是又喜欢做啊，所以他就短线呢，短冲啊，做短多或做短空都可以。那你叫他用力进去买，那锁保险箱是不可能。那只有一般的投资朋友，就是傻傻的搞不清楚啊啊！哦，听说现在做股票很好赚啊，每天都大量啊，然后呢，很多人都在赚钱，就冲进去的。8000点、9000点、10000点不买，15000才在买。这就是散户，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你做股票先要这个主力做手的心态。尤其我跟各位讲哦，用看盘技巧来看，外资在期货部位已经开始转空了，已经布空单了。这个老手都知道，只有菜鸟不知道，了解吗？所以这个盘，你就应该要采取边拉边出。那有一些比较内行的投资朋友跟一些老手，他已经在等强弩之末，用力的卖，甚至一些高手准备要空他，懂吗？好 ，OK。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几个重要的部分。好，来，今天涨98点，来上市的部分，涨的加速478，跌的有589。哎，今天是涨哎。涨98点，结果跌的加速比涨的加速多，这是上市，这叫上柜。上柜来跌了531家，涨了只有383家，代表跌的加速比涨的加速多，那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哈。好 ，OK， 那当然我们要看看苹果的股价哈，来，苹果股价看一下电脑哈。来看电脑，我不看你导。苹果股价连续三天啊，从封关前，它现在已经收到139了，因为这少一天没有电传。当美股在创高的时候是这样，纳斯达克是这样，道琼是这样。然后呢，苹果是这样，那是不是告诉你苹果是一个所谓相对的弱势？那这一段的苹果涨升，是因为苹果说它要介入所谓的 Apple Car， 就是苹果自己要做电动车，所以呢，当然呢、拜腾啊，现在很多人就看好这一档啊，对不对？但是请各位注意哦，之前的 Tesla 概念股，啊？今天茂林怎么会这样？车用的电池的，好，怎么会这样？从快涨停板杀到平盘，然后呢，再看一下，这叫做汉讯，这叫做应泰。这叫青云，这个就是
比特币概念股炒过了，比特币从一枚3-4千块涨到34000，就现在呢两三天也跌到28000。所以我跟各位讲，有很多股票你要注意哈。来，联电，今天尾盘拉升上来。那联电呢，近一两天会跌，主要是因为这里美国的商务部说他开放部分的中心的一个所谓的制程，对他解除一半，结果呢现在传出来是假消息，所以联电就开始涨。那联电这一档，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这里不要追，压回这附近，这里是一个平台的位置，是一个大量的位置，它不会死。来，2609，我也跟各位讲，它不会死。我之前在二几块的时候，我就跟各位讲过，它会到，我也算给各位32.5跟32.9，对不对？对不对？好 ，OK。目前这个盘，你还是一样要看美股。那美股你就要看哦。以前我们在讲美股，美股都涨到30000点。那美股创高跟美股急涨的一个时候的同时，是谁坐台？川普投顾。那再来1月份，可是拜登要上台哦。那我跟各位讲哈，拜登他的政见主要是加税，对企业加税，这一点请注意。那对企业加税好不好？那当然啦，首当其冲就所谓 Tesla， 所谓的 Apple 啊，这尖牙股都是啊 ，Google 啊 ，Amazon 啊，对不对 ？Facebook 啊，对不对？还有网飞 Netflix 啊，这一些尖牙股你就要小心注意。那现在尖牙股你可以注意看看，苹果已经开始在做下杀的动作。下杀的动作，当然我们看美股哈，来，道琼，这是周线的部分，那我们用扣高低转折来算，来，我们技术分析都是事先的哈，当来到这里，未来扣高它就跌，当来到这里未来扣低它就涨，当来到这里未来扣高它就跌。对不对？这边是跌，当来到这里，未来扣低它又涨，来到这边扣高哦。哎，你知道这意思吗？来到这里，它未来下一周扣高就跌；来到这里，未来下一周扣低它就涨；来到这里，未来下一周是扣高它就跌。那来到这边，未来下一周是扣低它就涨。那现在这里呢，它呈现了一个所谓的背离。全部都在扣高哦，全部都要扣高，那代表这几个礼拜在涨，它是在做边拉边出啊，不然呢？不然怎么可能苹果会倒退路呢？还有很多的尖牙股会倒退路呢，了解吗？好，所以你要小心注意哦。好 ，OK， 那我们再来谈谈台股的一个所谓部分哦，事先预算给各位哈，来，今天最低14861，最高15000。那我跟各位讲，反正15000到16000中间你要小心啦 我算出来全部都在15500啦。高档还会有，但是不多。但这些在上去的这几百点空间，其实是很多的股票在做边拉边出。那很多的股票采取做短线的，了解吗？所以你不要傻傻的哦。好，当然啦，我讲这样当然是违背投顾老师的一个做法。一般来讲，有良心的投顾老师不会这样讲。一般的投顾老师一定告诉你，有红包行情跟着我们大赚，那在16000，8000多点，9000多点不买，来到15000、16000，叫你压身家性命，这种老师是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来到这边，我只告诉各位，现在主力做手的心态是边拉边出，甚至跑短的。他在等待一级往下，听得懂吗？这是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只有笨笨散户在这赚红包行情啊，
做多吗？不对啊，你做多你自己做多也是做短多啦，了解吗？但是大部分的这些所谓法人，他是大笔资金、大量的股票准备要用力卖，现在是在边拉边出，他正在等待空方的一击，懂吗？我讲这样认同吗？所以我不想跟人家同流合污啊！我如果说喜欢了，我就跟你讲说啊，来到这边可以用力买，跟着我大赚。我跟各位讲啊，投资朋友啊，就比讲现在有人在讲说要买那个 Tesla 概念股、车用概念股。Tesla 从400多涨到700多块，一股美元400多块涨到700多块，还有一堆人才开始看好。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你会不会算？你不会算。我会算，但是你不会算呢、啊，所以我只是把实情讲出来而已。好，来，这昨天跟各位讲的哈，一月五号讲，一月四号讲，一月五号，哎，那这边都要看到了哈，好 ，OK， 啊，老师，149960跟14800啊，那开牌14913呢，对不对？是不是靠近它？所以它做调整嘛。啊，怎么调整？960减800不是160吗？对不对？不是160吗？160乘以.618减14960，低点是14861。那14960就是今天的空底，所以今天尾盘这里是属于超涨，了解吗？了解吗？那这个低点能不能算到？这高低点都可以算出来。那这一波来一看，这里14968，这里最高都14968，这是尾盘最后拉升上来。这个是啥？14963，一个6863，第一盘就已经看到高点了，下来。调整一下就知道14861。想学吗？想学你就来啊！来，玉金光。好，昨天有时候我就若隐若现呐，好，甚至有很多投资者很好玩，你知道吗？啊，老师，你也没准，没准就给你转台啊！我给你，但是来行的在，我一直跟各位讲，我事先做预算，我没有看利多利空的消息，都完全按照这个样子去算。然后一开盘调整出来以后，高低点都知道，了解吗？不能因为利多利空而去做调整，他只看开盘的前五分钟去抓，就可以抓得出来。你比如讲玉金光，今天最高是577，最高577，啊，不是跟哥讲576吗？啊，昨天跟哥讲562，啊，最低只到569，那怎么调？我当然会调啊，啊，你会不会调？你会不会调？76减62不是等于13吗？对不对？啊，13乘以0.618等于多少？用计算啊，没计算机，你用13乘以0.618在7点多啊，八嘛，对不对？啊，576减8等于多少？568。我是连计算机都不用的，来，2454。发哥，怎么调？如果不调的状况之下，高档差3块，低档差5块。瑞昱怎么调？文茂怎么调？星星怎么调？92.8跟89.1，这样多少？3.7，对不对？3.7乘以0.618等于多少？3.7乘以0.618，6.7422，就2.2，好，来啦，好啦，还是用这個算给各位看的哈。3.7乘以0.38，再加92.8，啊，94.2，对不对？然后你跳空上来3.7乘以0.382。等于多少？减92.8，低档，
一样往这边捡。好，联电怎么看？国巨怎么抓？南电14块，乘0.618，等8块多，207加8块多，217，对不对？台积电最后把它拉升上来，9块乘0.618，6954，5块多，540减5块多，不是534点几吗？对不对？利基怎么调？华邦电都不调的状况之下，高点差0.25，对不对？啊，低点怎么抓？9.1减掉6.9，等于2.2，乘以0.618，2.2×0.618减掉29.1，27.74，27.75。好，旺宏怎么调？好，这都事先预算技术了哈。好，对啊，我没有事后，这个我都是昨天就算好了，而且在节目上，你注意看，有一些数字你都可以看得到。我没有骗你，我不来这一套的啦，对不对？就比较讲，昨天跟哥哥讲说啊，老师今天有很多同学问说，老师你昨天讲说，宏达电。那、啊、结果他今天买宏达电啊，老师，当今天大盘涨，他没有涨。我跟各位讲哈，股票是买在低档，不是在高档买。做手会在低档买，他不会在高档买。我之前跟各位讲，30块以下非说斑马我北北，反正宏达电30块以下我都一直买就对了啦。只要参加会我就叫你买了，等涨上来一堆人行好我就卖。记住，做股票是事先做预算，不是涨上来买，懂吗？好，这明天的加权1月5号讲1月6号，很多人说老师什么叫碎步 K， 什么叫逐步 K， 啊这怎么去抓？老师为什么你会事先去做预算？我们就不会啊，就讲这一档就好，还有好几档啊，好、哦，我每档都可以算，所以一般的投资朋友、哦、就搞不清楚啊。他只要看到我今天预算昨天呢，啊，不对，他就讲说啊不准。内行的就知道那是有原则的，是要预算，然后调整出来，你高低点都懂。那甚至有很多投资人讲说啊，老师，哇，那你短线上会算，你波段会不会？当然会啊，我波段一样会算。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哈，我的预算技术我可以算短，短线是最难的呢。因为短线呢，它是一天里面的一个所谓多空，那短线上我都可以算得到，我中长线算不到，波段呢，短线就今天算明天嘛，中线就本周算下周嘛，长线就是这个月算下个月嘛，波段就是波段一个的大波段的高点跟低点呐、啊，懂吗？想学吗？啊、哦，这个礼拜六，然后欢迎你来报名，完全免费的体验班。好，那想要报名，在我的 LINE 上面，好，直接留下你的地址跟电话。好，那个时候我看得到了，还有我的助理的。那你要加入我助理的 LINE， 因为他才有办法统一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上课，什么地点。好 ，OK， 那可以参加我的 LINE， 在我的 LINE 里面直接填写报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好，开春 LINE 粉丝大回馈，只要你是粉丝、哦、你有加入我的 LINE A、哦、ID 是小老鼠 train168， 那想要报名这个礼拜六的预算体验班、哦、速成秘技班、哦、完全免费。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专线02-2389-8689，02-2389-8689。好，欢迎回到现场哈！再次再提醒啊，只要你是我粉丝，那想要来学习的 ，OK， 好，完全免费，好，这个礼拜六，那我会教你如何去做预算，短中长线，那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只要会按计算机就可以了。啊，我会教你怎么计算，我的技术分析全部都是技术线转化为数字。那这种技术分析外面是没有的哈，我会抓一个高点低点，不是用单一技术去研判，我是用很多的特殊技术分析。比如讲，由我发明的三关价、双关价，哦，趋势转折、碎步 K、逐步 K、量能比，好，三转折、五转折、碎步 K 很多啦。好 ，OK， 就你要学习的技术分析是什么技术分析？像个线都可以事先画出来。对不对？今天在这里线都已经画到隔天去了，这双关价，这叫三关价啊，这是周线的，都已经事先画好了，对不对？然后呢，均线，一般的均线你做不到这一点，我可以做偏移。哈，老师，这是什么东西呀？比如讲，这是五日均线偏移五个交易日或五周，这是十日均线，那就偏移十周，啊，那下面这条粉红的是二十二后，我都已经看那个后边去啊，二十二 MA 就月线嘛，有没有看到？我技术分析都事先算出高点低点，短中长线一体适用，好，啊，来。都是我特殊的技术分析，外面学不到。好，好，那明天怎么看？对不对？这一点全部都是你爱算哪一档，你就算哪一档。而且现在是完全免费哦，因为这回馈粉丝，对不对？那这里面还有后面还有一大堆嘞，后面一大堆嘞，对不对？这每一档都有啊，这数字都有啊，这不是写好玩的嘞，对不对？你要算哪一档，你每档都可以算。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段落。记住参加入 LINE， 在 LINE 上面报名，好，那你可以学习得到，短中长线都可以，对你有没有帮助？废话，很多人在学。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告段落，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